有时候我们是从哥多华坐到皇城，因为就看从哪边走，看我们的路线啊。所以这个像这种接驳巴士，它就一直开，好开到旧城，然后再开到火车站，再开到旧城，再开到火车站，一直来回接驳。所以其实如果它其中有一团 delay， 以后的团、之后的团就会 delay 了。但是因为我们 delay 半个小时啊，所以它可能中间就有先去载别人。